这样啊，在第二个嘉宾出场之前呢，你来一小段呗。我还来小段，来个小段吧，单口哈。这个感谢各位，我这个过去啊特别不习惯这个说单口相声，我挑战了一下。刚才给那个王欢老师的维念老师也说了，我现在除了这个正常演出之外，我还有很多的社会工作要做，尤其是志愿服务。这两年志愿服务我觉得是代表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我做公益十几年了，最开始是做这个脑瘫儿童和自闭症儿童的公益活动，现在的给这广泛了一点，这个因为当会长了嘛，广泛了一点。但是呢有一点，这资助这个小孩儿，资助老人，这点我这个我可以拍着胸脯说我做的还不错。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我们小区有一个老大爷特别，说实话我觉得看着都特别心酸，一辈子没有结婚，这95岁了，孤寡老人，就住我们家楼上。有一天我演出啊，演出刚结束就接到电话了，说这老爷子叫你赶紧回去一趟，可能不行了。这老爷子，我就赶紧回去，就到家一看，确实老爷子躺床上已经是这个迟暮之时了。我拉着老头手，我眼泪都下来。在一块儿好多年了，平时陪老头下下棋了，干嘛了，聊聊天。老头虽然没结婚一辈子，但是知识丰富，我喜欢跟老人这聊天，长知识啊。他老是拉着我手啊，也是满含热泪，就给我讲了一点我最后一个请求。我说老爷子您说，别说一个请求了，10个8个20个，我现在只要能办到立马给您办。那我就说了啊，我想跟你拜个把兄弟。我说您这不是开玩笑，您95了，我30郎当，咱俩拜把兄弟，这是我最后一个愿望。忘年之交，我就喜欢你，我一直把你当成我亲弟弟。我说您说这个，我这真这有点难吧？你要不答应，我现在就过去，你信吗？我得了，我得行行行。我一看老爷子都准备好了，他这病啊，他是有点这个，就没那么严重。我一看他就拿这事把我框回来的，结果呢，人家把那为什么准备的特齐全啊，铺垫都准备好了。好家伙，拉着我扶着他，扶起来，扶老爷子跪着，我也跪着，人家特讲究啊。老头看着我，我长你几岁？我不是长几岁，你长太多了。这个，我当大哥行，您当大爷都行。反正就你这愿望给您实现就行。来，那我给咱主持，我就开始了啊。今日我与我这苗阜兄弟结为异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我这我不拜，我拜不了。那个来吧，哎，这个特别好。但是我刚才我怎么听着，你有点像说我这个如果要是再不找媳妇儿，就是这个下场了。